后过程车子是跟着过程跟老人的过程是没有压到他的，懂没？如果他即使压的那种东西，我没有看见到，我只是看见他没有压的那种过程呐、啊。然后感觉总有错没？没有错吧？反正我觉得有点冤。啊，我觉得冤。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曾秋梅，柳州警方之所以对她进行讯问，是因为她与一宗命案有关。颇有戏剧性的是，曾秋梅曾是这起案件的报警人。 但后来，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这个案子疑点重重，而曾秋梅及其同伴李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我们只是打个电话报警，只是说想救人而已，没想到哦，跟我们上扯上关系，根本没想。如果真是想了那么多，我们早就跑了。第一出发点是想救人嘛，刚开始他。 脸朝下趴在那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状态。他们想找我说不行，你们这届第一届的人，包括那个老板，也是这类的人。我说你们都不能找。面对警方的讯问，曾秋梅和李强都声称自己当初一切行为是见义勇为，不想却变成了嫌疑人。他们感到自己很冤枉。那么案件是如何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喂，你好，我回来就是有个人躺在这里，不知道怎么了。您那是哪条路，什么位置？就是那个蝴蝶山这边永军路258号这里，男的，我回来竟然躺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敢动他，有朋友在帮他人工呼吸，不知道。哦，您先别急，那这个人是喝醉了呢，还是被人撞伤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不知道。 2015年12月3日凌晨2时59分，柳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柳州市一个小区院内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倒在地上，报警的正是曾秋梅。没过几分钟，曾秋梅再次拨打了110电话，语气显得十分焦急。你好，110。喂，你好，你们人过来没有？好像这个人好像没气了。 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柳州市公安局柳石警务站民警迅速出警赶到现场。来接民警的正是报警人曾秋梅。民警跟着曾秋梅来到现场，看到一名年轻男子躺在地上，旁边站着曾秋梅的朋友李强。我日日我用偷了，我看清楚。我们用手电一照，啊，没有什么外伤，一照，感觉不对。我那协警说上。 赶快他一摸，大动脉也下去一摸，他说不对了不，不动了不。一个年轻男子倒在了小区的道路上，当120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死亡了。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任何血迹。 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的暴病身亡？巡警感到事有蹊跷。经过确认，死亡男子名叫何少创，22岁。生前，他和他的表哥就住在这个小区一栋居民楼的6层。表哥在楼下开了一家烧烤店，何少创在烧烤店打工。那么，好端端的何少创怎么就突然身亡了呢？ 这和报警的曾秋梅和李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命关天，事件开始升级为疑似刑事案件。柳州市公安局基拉责任区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夜色沉沉，年轻男子倒在小区道边，他。 臀部还有腰背部的地方就有大面积的挫擦伤。蹊跷的案件，监控录像偏偏失灵。第一出发点是想救人嘛。刚开始他脸朝下趴在那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状态。年轻男子因何死亡，疑点重重，他们因何矢口否认？隐藏的肇事者，一线正在播出。 报警人当时是，那一男一女，就是，我们问他情况，当时怎么回事？那一男女就说，他们回到小区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的躺在路面上，就当时说那男的还有微弱的呼吸，其后就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不了，打120报警。根据报警人曾秋梅和李强说。 他们是在驾车回来的时候，发现小区的路上趴着一个人，于是就下车施救。他是想，他报警，他做了好事，还帮那个做了心肺复苏。死者何少创出事的地点距离表哥的烧烤店后门非常近。根据表哥陈某的讲述，何少创是在当天凌晨1点多离开烧烤店的，当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生意不好嘛，没有生意，大家都在那里做看电视，那就说他叫他先上去睡觉嘛，然后那我那个兄弟嘛就叫他上去睡觉了，然后他就从后门上去了嘛。他上去睡觉的时候，就是你们感觉有没有觉得精神不好啊、困呐、或者怎么样有吗？没有。当时作为目击证人，曾秋梅和她的同伴李强。 以及死者的表哥都一同被带到派出所问话，曾秋梅和李强驾驶的车辆也被扣押。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何少创的死亡？这令警方也感到十分困惑。我们看到没有体外伤，我们也是因为猝死，而且到现场没有血迹。尽管没有发现明显的皮外伤，但是死者何少创的脚步的异常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也因此，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摸过去已经是变形了，里面的骨头已经听见沙沙响了。一般这都是机械碾压形成的，才可以产生这个损伤。法医确认是有碾压伤，我们认为应该是交通事故。柳州刑警经过初步勘查发现，有疑似交通事故的可能。 于是，案件被转到了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随后，交警来到了现场。事发现场是在小区院内，这个小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只有一条环形的通道，车辆的进出口也只有一个，而且距离事发现场很近。短短的50米，提速提到80、90才能撞到死，怎么可能呢？ 尽管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根据现场勘查以及之前对何少创进行初步尸检的结果，交警对案件的判断也是交通事故。我们发现他臀部还有腰背部的地方呢，就有那个大面积的挫擦伤，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较大。 大队啊，就案情啊进行了分析啊。第一还是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啊，确实啊查清楚这个死亡原因是什么，是什么致死，这很关键。为了尽快调查清楚何少创的死亡原因，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成立了123案件专案组，组织多路警力展开调查。如果不是车辆碾压的，那这个那我们的侦查啊，可以说这完全是方向不对的。第二呢，方向呢就是要对这个车辆进行检验，因为如果是碰撞或者是碾压，多少啊都会留下痕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展开这个调查走访，客观发生的事，它有客观证据作为支撑，所以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就所在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和鉴定。专案组一方面立即对死者进行解剖来确定死因，另一方面则继续勘查现场和走访附近群众。这个死者是住在6楼，天台在8楼。在天台的位置呢，我们发现它有四周天台是有围墙的，围墙。都没有看见攀爬的足迹。这个人呢，他长骨，四肢的长骨都没有骨折，也没有脱臼。水泥地面，从6楼或者8楼，跳下来不可能衣服没有破损的。而且现场水泥地面上没有血迹，这完全可以排除高坠。 如果排除坠楼身亡的可能，那么何少创会不会是因病猝死呢？猝死的特征最明显的有2个，第一个就是球结膜和脸结膜，它会有那个针状的出血，还有嘴唇它会有出血点，然后双手的手指会有指干，它都没有。警方随后也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 经过尸检，法医最终得出结论：死者何少创脊椎骶骨和盆骨骨折，背部、双腿以及足部有挫擦伤，他死于车辆碾压。这个轨迹是很清晰的，被碾压的部分呢，它很多骨折现象啊，所以的话呢，它不可能是其他造成的。发现他的致死的原因是右肺的 破裂，还有肝，导致大量的失血，所以我们下断定是因为车辆碾压这个死者的背部，造成外轻内重的损伤特点。不仅如此，警方根据尸检情况分析，死者何少创是俯卧状被车碾压的，很有可能曾经遭遇了2次碾压。 那么，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大半夜趴在地上呢？他到底是受到撞击后倒地，还是现场发生了别的什么状况？由于警方赶到时，死者已经被翻动过，因此衣服上的轮胎痕迹已经被破坏，要想从轮胎印上找线索已经是不可能了。警方注意到，在事发现场的周边有2个监控探头，但不巧的是，这2个监控探头是新安装的，还没有投入使用。因此，事发现场无影像资料，缺少了直接证据。办案民警只好另寻他路，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案发时间。据死者的表哥回忆，当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他看着何少创走上了出租屋的楼梯。 之后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确定案发时间，报案人曾秋梅和李强的说法就显得至关重要。年轻男子离奇死亡，警方深入调查。老板也说了，没听到撞的声音。目击证人提供重要信息，究竟是施以援手还是交通肇事？隐藏的肇事者，一线正在播出。根据报案人曾秋梅的讲述。 2015年12月3日凌晨，他与朋友李强一同驾车回家，就发现有个人倒在小区道边上。回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到小区我们住那地方，看那时间的时候，就是2点50多分、58分，差不多到3点钟样子嘛。我车子是刚一转弯过来的时候，就是车子相当于摆正样子的时候，我看见前面就是有个人趴，然后我跟旁边李强讲，我讲。 前面好像有个人，他这一个人当时就把车停好以后，我就下去呼叫他，没见有反应，然后我就把他翻过来，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胸部按压，胸部按压的同时，我就叫我同车的乘客就打电话报了110和120。死者何少创的表哥讲述，案发当晚，何少创凌晨1点多离开烧烤店，到李强和曾秋梅报案。 这期间，他都没有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老板也说了，没听到撞的声音，没有去干啥。都询问完了，也没听到叫。因为他死的地方跟他做工的地方相隔不到20米。根据何少创的表哥以及报警人李强、曾秋梅的说法，何少创应该是在凌晨1点至2点58分之间出的事。于是，交警将排查的范围确定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小区的大门对面正好有公安机关的天网摄像头。随后，民警调取了天网监控。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啊，我们就等于是对那个天网，我们一帧一帧的看，因为当时天比较黑，甚至连同进去的每一辆这个电动车或者每一个行人，我们都会一秒一秒的去看那个录像，以排除任何有可能是其他情况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嫌疑。经查，从那天0点至凌晨3点，除了曾秋梅和李强驾驶的车辆，只有7辆车曾进入案发现场。交警对这7辆车的车主进行了走访，同时对车辆进行了痕迹勘验，最终都被一一排除了嫌疑。就在此时，对住宅楼进行摸排走访的民警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位姓何的居民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个居民，从外面返回，他是通过这个烧烤摊进入了这个美食城的小区里面。进入这个小区之后呢，他是通行的区域，是这个案发地点通过的、穿过的。2点半左右。我在那个本来在那个美食城大门进的，我就拐在那个烧烤店那里过，冲了2个3点钟了。居民何先生证实，他是12月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回来的，并且他反复强调，他回来时路过事发现场，没有看到路上有人躺着。而曾秋梅、李强说，他们是凌晨2点58分从外面回来，发现了死者何少创，因此交警推断，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凌晨2点30分至3点期间。初步来看呢，就是这20多分钟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从他倒地到被碾压的这个过程，就是应该在发生在这个时间。而小区对面的天网监控视频显示，凌晨2点58分，有一辆贵 B 牌照的小轿车进入小区，此后再无其他车辆出入。而这辆车正是报警人曾秋梅和李强驾驶的车辆。因为在案发的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一台车有这个条件，符合这个特征。由此分析，报警人曾秋梅、李强肇事的可能性极大。然而，面对警方的质疑，曾秋梅和李强矢口否认，他们坚持说自己没有碾压人，而是去救人的。看见到过程，妻子是跟着过程，跟老人的过程是没有压到他的，你懂没？第一出发点是想救人嘛，刚开始他脸朝下趴在那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状态。我刚开始见他的时候，以为是喝多了，因为这个人太坚信他是做好事了，所以说我们当时一直都想到他真的是血雨雷锋，我们害了他们。警方随即也勘验了曾秋梅和李强当天驾驶的那辆车，的确没有发现碰撞的痕迹。这个车和人相碰以后呢，他的身体的有一些部位就很自然的就会在前盖中就会有一些接触，包括在前风挡玻璃上面也会有。但是我们看了这个车的前保险杠还有前盖都没有。你们注意看一下，很均匀的这个粉尘的这个附着而且这个车呢，发生事故以后，我们是从现场就把它扣留，并且把它停在这个有车棚的这个车棚下，所以这个那灰尘的状态是最原始的。而根据美食城刷卡系统显示，曾秋梅和李强当天驾驶的那辆车于12月3日2点58分进入。曾秋梅报警电话记录显示是2点59分，时间如此之短，两人的说法又如此一致和坚定。而法医的鉴定，死者是死于碾压，他们的车辆却没有碰撞的痕迹，没有撞又怎么碾压的呢？就连办案民警都怀疑是不是调查错了方向。但是，在专案组的案件通报会上，有一个疑点被提了出来。李某兰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是满身的酒味了，然后是带去派出所问话，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抽血测得的血液酒精含量是149，是醉酒驾驶，超过80就是醉酒。李强当晚饮了酒，那么他是否有开车呢？对于这个问题，李强和曾秋梅的说法是一致的。前面这个询问男子的时候是真女的开车，女的前面也说是他开车。从警方调取的监控录像来看，案发当晚开车的却是李强，曾秋梅则坐在副驾驶位。对此，曾秀梅说，她之所以顶包，是因为李强没有驾驶证。当时就没有觉得那人是车子压死的、撞死的，当时是不知道，就觉得哦，觉得帮他做那个，就说车子是我开的。我们录完口供就觉得可以回家了，怎么样子？谁知道后面有那么多工作，就变成这样子，事情牵连上这么多事情。不仅是酒驾，警方也调查了李强的驾驶证。这一查，竟然查出李强早在2013年就因为吸毒，驾驶证被吊销了。而通过警方对李强进行尿检和血液检查，结果表明，毒品检测呈阳性，李强吸食了俗称 K 粉的氯胺酮。案发前48小时之内，他肯定有吸食毒品，而且毒品，一直遗留在体内，起的作用。第二个，吸食有摇头丸，它有毒品有致幻的作用，就导致疏忽大意，这种开车肇事，的可能性就更大。新的发现让李强和曾秋梅的嫌疑更大了。与此同时，警方对死者何少创的血液和胃内溶瘤物的检验也有了新的发现，毒品检验结果呈阳性，检出了俗称冰毒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说，死者何少创也是一个吸毒人员，他在生前曾经吸食过大量的冰毒。那么，他会不会是因为吸食冰毒过量才突然摔倒致死的呢？法医的调查排除了这个可能。是施以援手还是交通肇事？2点血迹锁定嫌疑人。罪与非罪，法院如何认定？隐藏的肇事者，一线正在播出。不是因为这种冰毒啊那种导致吸食过量啊，导致的猝死。我们发现这个死者头部啊、顶枕叶，还有小脑后，还有对冲性的出血。所谓的对冲性出血呢，就是我们推断是这个死者因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突然倒地，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符合他吸毒过量的这么一倒下去的一个状态了。由此，民警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死者何少创吸食完毒品后倒在了事发地点，随后遭到过往的车辆碾压致死。一个是因为他吸食有冰毒致幻，第二个是因为疲劳，2个原因综合导致他昏倒在现场，然后再被当时的肇事车碾压导致的死亡。这个推想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医检查的时候，死者身上没有汽车造成的冲撞伤，而李强驾驶的车也没有明显碰撞的痕迹。晓得啊，反正我看见的是这样子，我没有看见他这椰子，然后车子压过2个，反正我看见是没有压。当时你是清醒的没？我是，反正我就坐在副驾，我看见是这样子。啊，当时你是清醒的没？清醒。本来是好心想救人。弄到最后怀疑到我的身上，反正我觉得有点冤啊，我觉得冤。它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一起事故也特别重视。就是说，当时领导也交代了，就是你这个案子，你不能以先入为主，就是说你得，如果他是他肇事，那你就得找到他肇事的一个证据；如果不是他肇事，你就得找到他不是的。不是他肇事的这个证据。通常情况下，交通肇事案，警方能够证明凌晨2点30分以后，只有李强、曾秋梅2人驾驶的车辆进入了这个封闭的小区，时间和空间的唯一性都有了。肇事者面对证据，如果不否认，交警就能够定责了。可面对李强和曾秋梅的矢口否认，仅靠目前的这些证据，还真是难以做到证据确凿。按照我们国家法律是疑罪从无，疑罪从无。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那我们就让事实来说话。车辆尸体形成的痕迹，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车辆和尸体所形成的痕迹没有办法证实有关联度的话，那这个案子哪怕就是从时间把它来排，哪怕这个车辆在这个时间段是唯一的，都很难去锁定。办案民警再次对李强驾驶的贵 B 牌照小轿车进行了全面勘验。尽管从这辆车的车体表面没有发现问题，但当把车子升起来以后，民警在车底发现了几处很不明显的痕迹。 就是从那个地方有一个，然后这个地方那有了一片的，然后再接着刚刚说在这个点也有啊，这样的污渍的擦痕，它是一个软体的一个擦痕，因为它这个底呀、最低的才11公分，如果说碾压过人，如果完完全全的过了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压过一个人，再这么过完以后呢？ 那会在这个中部，或者说在车尾部，会留有大量的这个人体的擦痕。根据这些痕迹，警方推断，车辆当天碾压了人之后，又倒车形成了2次碾压，而从死者身上的痕迹来看，也符合2次碾压的情况。左前轮碾压，碾压完还不完全过。 到了这个肩这个位置上就没有再往前了，然后压在上面就意识到压对人了，然后就再往后倒车，再退回去，退到那个地。还有一个呢，在背部那个呢是形成一片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停在车轮停在那个地方，还要把它碾到那个地方，再倒车回来，倒车形成那个线条痕迹在那个皮肤表面形成的。但是。 仅凭这个刮擦痕迹还不足以证实，就是这辆车碾压了死者。在对这辆车进行第2次勘验时，民警在车辆左前轮附近的底盘上又有了新的发现。靠左前轮的这个车底的底盘发现一根挂在上面的，大约是20多毫米长的这个化纤纤维，因为有了这个纤维，你必须要这个死者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他的衣服、裤子都不符合，但是这个鞋带上面那个纤维有被那种擦过的这种痕迹。经广西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民警找到的纤维与死者白色运动鞋的鞋带破损部位纤维、鞋面缝线纤维是同类物质。然而，对于这个证据， 李强和曾秋梅又提出了疑问：这种纤维类似这种纤维，这种东西也很多。那我们就经过那条路呢？那如果它地上残留了怎么办？这种纤维如果是跑到我们车上怎么办？对此，警方也认为证据不够扎实。这个毛巾什么东西上面也有这个纤维，因为这个化纤的东西很多所以呢，这种呢。 不好这个作为有力的证据使用。所有的证据必须是唯一性，一定是唯一的。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就是疑罪从无，那就是没有，那就不能锁定这个肇事车辆和嫌疑人。呢喃就是找出关键的证据，唯一的证据这呢喃在这里。警方决定。 再次对车辆进行勘验，痕迹专家建议对车底进行一次荧光显影剂的喷洒，把那个车子升起来以后，把所有的灯光全部关掉，就是整个现场是漆黑的我们再用那个化学试剂进行喷写，在这个前挡泥板的这个前部这个位置就发现有了这个很轻微的疑似血迹的2点，大约是半颗黄豆大。由于死者身体出血量极少，无喷溅现象，那么车身上的血迹唯有接触身体时才可能沾到。死者当时一共全身体表只有4个地方有破口，一个是前额部。 头部的前额部有2个挫擦伤，还有一个是左手的小指的指端，这个血有可能性是一个是头部的，前额部，一个是左手小指端的血遗留下来的。从车上提取到的2点疑似血迹的东西，经检验的确是人血，并且与死者何少创的 DNA 信息一致。也就是说，这个车辆在这个保险。 这个左保险杠和这个左前轮的这个挡泥板上遗留下来的这种血点，是这死者的。综上，根据案发时间段，只有李强的车经过案发地，死者又是因车辆碾压致死。车辆的勘验结果，车底有碾压的痕迹，又与死者携带相一致的纤维。最重要的是，车底有血迹 ，DNA 检测与死者一致。据此，警方认定李强就是肇事司机。 底盘有这个死者的DNA， 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血迹 DNA 这个是国际都认可的唯一性的这么一种东西。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说证据链就闭合了闭合了，所以我们就锁定这个车辆就是这个造成这个死亡的这个肇事车辆。那么驾驶员，这时候你开这个车，那你就是。 犯罪嫌疑人。2015年12月11日，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作出事故认定，认定李强饮酒吸毒后违法驾驶车辆，是造成该起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何少创吸毒后在车行道内俯卧，同样违法，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案件被移交给柳州市余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6年9月2日上午，该案件在柳州市余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上，来自柳州市余峰区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人指控李强涉嫌交通肇事罪，曾秋梅涉嫌包庇罪。由于案情复杂，公诉人申请了主办警官出庭作证。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4个多小时的举证、质证，最后公诉人发表了公诉意见。 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办案何少创是被告人李强驾驶的车辆碾压致死的唯一结论。公诉机关认定李强构成交通肇事罪，曾秀梅构成包庇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审判长，另一部分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对于公诉人的公诉意见，李强、曾秋梅表示不服。这根本就不是交通事故，我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交通事故。反正我看见的就是车子没有碰到他过。请求法院认定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告人曾秀美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重要内涵就是。 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规定从机制上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当然，这也给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像本案一样，只有全方位的去寻找客观证据，切实的做到证据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让违法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